我希望有花边新闻。花边新闻，对对对，别开玩笑的。真的，认真的，对啊，真心话。哇，你疯了吗？没有啊，因为呢，那个叫有那个很红的感觉。哦，是啊，对对对，可惜我觉得啦，大家没有兴趣你的恋爱的戏剧。太过分了啦，有兴趣。没有嘛，看起来完全没有哎，啊，也可以吧。但是呢，如果跟有名的模特交往的话，国仔就会来的。是吗？嗯嗯 ，OK。你来演国仔。国仔 ，OK， 了解了。OK。啊，真的今天很开心呢。啊，大家从对门的垃圾房间出来的。不是的，我就不是对门垃圾的房间。啊，刚才呢，我没有啊。哇，名模的有名的名模模特。小女孩模特，也不是，我是成年人，是萝莉控吗？不是啦，啊，我是真正的人。那赶快来开始采访我。啊，我哎，大姐，等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里面的关系什么？哎，想知道吗？啊，还好，非常不错。也不行，你需要想知道，想知道啊。其实我们是男女朋友。男女朋友哎，屁啦！是真的，真的太没礼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我问一下哦，小姐，你喜欢太田先生的哪里啊？对，很害羞哎。个性哦，个性哦，哇，口味很重哦。真的，真的太没礼貌了。不好意思，那我问太田先生啊，那么你们想要结婚吗？啊，有在想。是啊，什么时候呢？过年后。过年后，哇，太好了！那时候我也有空哦。我怎么会请你来？在哪里呢？夏威夷。夏威夷举办婚礼啊？哦，当天来回吗？你怎么敢？等到飞机就结束了好吗？我飞机上举办婚礼？没有，太奇怪了吧？在夏威夷举办了。夏威夷举办了，那你已经结婚了吗？其实呢，还没特别讲。哎，赶快结婚吧！那现在可以说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有戏。呀，可以吧？那长话短说可以吗？哦，那么岂可以用四个字？四个字，啊，嫁给我吧！啊，那么三个字，嫁给我。那么两个字，嫁给。你要的，哎，都是你害的吧？认真一点好吗？我认真耶。那么戒指呢？已经买好了吗？啊，已经买好了。哇塞，记得他戴上。唰唰唰唰唰唰，他的手好像猪脚耶。你在看什么？要戴戒指。戒指。对呀。哇塞，很特别的颜色，紫色耶。紫色。哇，紫色。又都做了吗？怎么敢？你觉得用又都可以做戒指吗？这个可以去吗？可以，保险。保险，哇，好厉害！听说呢，日本买的戒指的价钱呢，三个月的薪水差不多就是。啊，对对对，有这样的说法呢。你的话300块左右吧。太便宜了吧？我的月薪只有100块而已吗？那么多？没有，我买的比较高级的。高级的。对啊。好，了解了。那么这样问题可以吗？你那结婚之后呢，想要几个小孩呢？哎，现在讲这个有点太早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有点犀利，因为他是处男啊。才不是，我才不是处男。真的假的？你几点过？以后跟谁有什么情况？我愿意上，愿意上。你吵死了！你给我闭嘴！妈妈，从现在开始闭嘴哦。你太尴尬了吧？
吧，你可以继续采访。啊，最后的问题，你们什么时候离婚呢？你为什么？等下咱们怎么了？这你会被盗我？啊，那样的话我比你早上新闻呢，也够了。谢谢大家。拜谢拜谢，这个太多。拜谢那个我刘汉太多说没有谐音吧？没有。有吗？啊啊！啊，太尴尬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好。等一下，太尴尬，等一下。OK， 你们可以去洗手间哦。